油画棒画克莱因蓝日落，贴好纸胶带，海面位置再固定贴好，平涂一下天空的颜色，过渡色用平涂的方式，继续用718色平涂海面。切好油画棒，用这样的方式取颜色，刮出海面波澜起伏的颜色。接着切油画棒取颜色做太阳，继续用橙色画海面日落的倒影，白色做海面的海浪，画面细节在最后调整一下就 OK 了。你学废了吗？